芝芝在哪儿？顾总，我什么事都可以办的，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燕燕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出来吗？我把你安排在季安阳身边，是要让你好好看着他，而你呢，居然跟他混在了一起。不是的，我接近季安阳是为了帮你掏出他杀害顾晴晴的证据。那你对顾晴晴的见死不救呢？你明明知道晴晴对我有多重要，现在呢？你知道我多重视曼琪，你居然绑架她。连夜，你知道的，我顾启言不养阳奉阴违的狗。我错了，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胡聪被日辞职了，这很好，你只要像从前一样在家里玩乐就好了。不吧，哥哥养你。做你的妹妹，当然我可以做一个傻白甜，但是作为你的未婚妻，那可不行。我在公司给你安排一个职务，想不想买随你。谢谢顾总。那作为我的未婚妻，陪我吃顿饭不过分吧？好啊，拜拜。少爷，曼青小姐，夫人现在找少爷有些事儿，劳烦您在外面稍等一会儿。那你等我一下。少爷请。这交际花有什么好的？你要是把她娶回来，所有人都知道你接了裴景钦的盘，你是不是想让你爸爸醒过来以后再晕过去一次？儿子，你跟他玩吧，妈妈没意见，可是你万万不能把他娶回来。我跟你说过，除了曼青之外我谁都不会娶。
几点了？看下面。看什么看？陪我演一场戏，演给下面的人看。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。演戏是吧？不惹那老太太，怎么让她露出马脚？你利用我可以，但感情不行。曼青小姐，跟我上车去见启言吧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都说了，她不适合做你的妻子。曼青。你怎么说？证据确凿，我没话可说。你真的喜欢他？应该是吧，我毕竟住在他家。太不要脸了！这种话你都说得出？妈，曼青喜欢谁是她的自由。你怎么这么傻？她是你的未婚妻。他随便跟别人睡觉，你都同意吗？你，让我们单独待一会儿。我以为你刚经历一次失败，不会那么快就陷入另一段感情。我曾经也这么认为。我想，这就是创伤后遗症吧。他救了我，让我从一具行尸走肉重新成为一个人。是你救了我，我是你的。他是我的人，谁动他谁死。没事就好。你是不是忘记了我们之前的约定了？你说你会替他永远陪在我身边。发现他已经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，再也抹不去了。
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究竟经历了什么？我不过是又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。